瞬间仿佛电影情节真实上演。新北市中和警方在路上巡逻，发现一部没开大灯的宾士车，正要上前盘查，却遇到不顾危险的歹徒开着车横冲直撞要逃跑。歹徒一度试图想冲撞远景，加上生怕会波及无辜民众，警方情急之下朝车子连开三枪，但驾驶还是一路加速逃逸，直到开进小巷子，保险杆都掉了才停了下来。为什么跑？该车冲撞停等红车车阵车辆，显然造成用路人的危害，同仁基于保护他人生命财产安全，选择以较小危害之方式朝该车左后轮击发三枪。警方排查发现车上一共四个人，但后座一名男子中弹，赶紧将人送医。同时发现一行人开着被注销的宾士车，挂上网络买的假车牌，还有强盗、毒品、伤害、伪造文书等前科。中弹的中姓男子又是失踪人口，因此将三人先带回侦讯，全案依妨害公务罪送办。华视新闻连线翁倩华、李明威，新北市报道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